高考必胜，祝你成高圆。哎呀，哭什么呀？都对联，还有地毯，快点出来！快谢谢叔叔！哎呦，哎呀，来。这给我们高考孩子准备的，你们哭太重了。妈，哥哥，哎，孙老师，怎样吗？气色不错啊，还行吧？还行还行，嗯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领对联啊，领了吗你？领对联儿啊？这是咱小区的传统，在书香雅苑呀，每年就有这个活动。哎，哎，文杰，快下来！哎，这什么情况啊？领对联和灯笼。啊。哎，真的是像过春节一样。哎呦，可不是嘛！哎呦，不对，应该说比过春节还要隆重呢。这咱的小区啊，叫考节。考节啊！哎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啊？这个家家户户门口那个对联都不换的。对呀、啊。哦，我知道，这不就是那高考的吉利话吗？不能撕。哎，不是不能撕，是没到撕的时候。哦，不对不对，都不能叫撕，那叫换。你看，每年高考前10天就开始领新的，然后换上去。哎呀，等到明年高考之前呀，再领新的，然后再换。哈哈，真是讲究。嗯，这是这儿的传统。哎，云姐，什么情况啊？哎，这夏天还过年了？哎，说着了。王阿姨，这是高考的节，叫考节。哦，是吗？考节。哎，你气色真不错啊，恢复过来了。还行啊，算是熬过来了，熬过来就行。哎呀，马上啊，咱们就都熬过来了。哦，不对，就你还差得远呢。怎么着，不是一起解放吗？怎么落我一个呀？你倒想解放了，你早着呢。你这个将来不高考啊？对呀，你这还得重新再来一过。嗯，你跟方圆可真是有远气。真的，我想想都累。是，我也想想都累，一关关得过啊。先是得平安生下来，然后再上幼儿园，然后再上小学。小学完了考初中，初中中考小别离。什么小别离？哎。小别离你不知道吗？那个电视剧专门讲中考的呀。对呀、啊，我看过。那中考完了吗？中考完了，考高中啊，高中3年奔高考。哎，那不就是现在咱这时候？哎、嗯、呀，我住在这小区那么多年，自己又是教孩子的，看着帮学生一波一波的。哎呀，等高考结束了，那才能皆大欢喜。没错，就等着考完了，考完了就皆大欢喜了。哎呀，大欢喜咱也不求了，小欢喜就行了。忙活小一年了，给颗糖就是甜头。来来来，赶紧领一下。干什么呢你们俩？领灯笼是吧？还有对联。来来，是谁来做？紫色的啊。儿子，儿子，哎，这是饥饿游戏的解一是吧？对，好嘞，一，哎，媳妇儿，嗯，今儿啊不应该米饭炒菜，我讲应该吃饺子。不年不节的吃什么饺子呀？嘿，不年不节，你看现在外边这哎张灯结彩都挂着红灯笼了，你不吃饺子对不起这氛围，你知道吗？倒也是啊，啊，真像过年，还真该吃饺子。啊？吃饺子，哎，妈，你们要包饺子？哎呀，没说要包。你们包啊，我特想吃。哎，来人，想不想吃？嗯，这气氛搞得我还真挺想吃的。想吃就吃，没那么多事儿，去走你买馅儿去。我买馅儿去。哎，给你调出来了，你自己放啊。哎，行。哎，要不来点什么白菜、韭菜、芹菜什么的，还是吃猪大葱？哎呦，葱不要，韭菜不要。嗯，闻着那两个东西啊，我想吐。其他都行啊。哎，谁啊？哟呵，西施送啊！哎，从前，从前，从前来了。哎，我不进去了，你改天轮接去。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瞎忙啊，这是。你这还不进来怎么着？进来！哎呀，叔叔，你这害喜呢吗？他吐我一身。你来了我就不吐了，这什么呀？哎呀，
乔伟东去寺院请了什么神神鬼鬼的，不知道，说叫考神。考神不是打篮球的吗？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觉得可能就是文曲星一类，考的吉利。他给英子就请了一个，说给凡凡和磊儿也请了一个。来来来，出来，来来来，快谢谢宋庆阿姨。谢谢阿姨。哎，不客气。谢谢阿姨。那么晚出车啊？他出什么车呀？他去那个超市去买点馅包饺子。啊，现吃饺子，现买馅儿啊？啊。我走了，拜拜。好好好，哎，这不是说吗？说这个气氛特别适合吃饺子，不吃饺子对不起这气氛。这俩孩子也真是要吃，是好主意。嗯，哎，您吃了没有？没呢。那这哎一块儿吗？你家坐得下那么多人吗？哎，你把英子叫过来，去吧去吧。哦，把刘静也叫过来了，全叫过来。叫过来叫过来，好叫过来叫过来。我不是我不给你关门了啊！哎，你俩过来，快快快！啊，一会儿人多，来帮我撕点白菜。好，来。好嘞，饺子来喽！哎，孩子们，那盘吃完了吗？哎，你们先吃啊！谢谢爸。谢谢。哎，我搁里边啊。让孩子们先吃啊，咱们一会儿再踏踏实实吃啊。行行行，孩子们先吃，那坐着吃，这一个个蹲着，这像要饭的似的。乔卫东，你会不会说话？没事，让他们蹲着吃，先蹲着吃才能坐得稳，先苦后甜嘛。哎，对，听听听听，哎，他这话也说的不对啊，还坐得稳？你以为孩子们以后都跟你一样啊，走仕途？哎呦，能走也不错呀。那洋洋将来要是当了赛车手，跑个拉力赛，那坐得稳，当不了冠军。这倒有道理。喝点水来。谢谢。方一凡，哎，你能不能别看了啊？你是边吃边看的，看的也不尽兴，是吃的也不尽兴啊！就别管了，你管了一辈子了。你让孩子看会电视吧。马上就高考了，高考之后都远走高飞了，你想管就甭管了，以后啊。我知道，就是因为以后管不了，我现在掐着手指头倒计时的数着呢，就十天，哎，就管十天了。十天以后，谁让我管我就不管了。行了，方一凡，你开小点声。哎，我小点声，知道，我这看着正紧张着呢。声音小点，你吵着妈妈。还有肚子里的宝宝。啊，对，还有肚子里的宝宝。特权呀。哎，一凡，我看这打打杀杀就挺热闹，这什么戏啊？这是又吵死了。哎，老乔，我跟你讲，哎，这片子啊特别有名，是一个大片，叫《饥饿游戏》，特别适合包饺子肚子饿的时候看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是一大片，有三部曲，这是第一部，你知道吗？这讲的是在未来世界的时候，这个人类阶层划分特别清楚，底层的人都沦为这奴隶了，他们就为了生存就变成电视真人秀当中的这种参与者，为了活下去必须活到最后一个人，把别的参与者全部都杀掉，叫饥饿游戏。哦，这么回事。我发现你可以当影评人呀。我说现在搞点配音的工作吧，这片子我差点配上，真的真的、哎、真的。哦，妈、嗯、我们一会儿想去趟那个英子太空屋再玩会儿，行不行？哎呀，行了，你们就在这儿玩一会儿吧，别去乔叔叔家再祸害了。没事没事，去吧去吧去吧。啊，好。哎，不是英子，玩玩差不多了吧？这个玩玩就学习了吧，是不是？嗯。哎呦，这会儿还学什么呀？马上高考了，那会的就会，不会就不会了，去玩去吧，英子。啊，照顾好大家啊！冰箱里有饮料呢，让你倒。对对，让孩子们放松一下。哎，洋洋，和小朋友们玩去吧啊！什么叫小朋友啊？你还当我们七八岁呢？走走走，走走，小朋友，送他下去啊！哎，文杰，我正好酱了点那个牛肉，我待会儿拿上来。哎，好好好好，他这手艺呢？喝口水去。行了，我们就可以下一波了。下一下，这边下一波。方圆，把这个方圆，哎哎，不，这个电影是描述哪个国家的？未来世界还真是不太清楚是哪个国家，不分国家吧？为了活下去杀掉其他人，传递什么观念呀？应该还在这个电视节目上播，导向很不好啊，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。这不是电视节目上播，这是我们自己放的，在那视频网站上的。乔伟东，嗯，你长本事了呀？啊，现在开个教训我啊？怎么的了？这两口子嘛，这难免说话有点过，你理解一下啊。谁跟你两口子呀？蹬鼻子上脸。这不马上不复婚了吗？复婚以后不就两口子？哎呦，什么意思呀？这是要求复合呀？复合了？哎呀，你讨厌死了！是不是谁让我听见了呢？不许看！我跟你讲啊，你要是想假戏真做，我可不跟你演到底啊！你们这不配合挺好的吗？再说了，你要是不配合，
这露了馅儿让姑娘知道了，那孩子多伤心呢。你就会拿闺女来吓唬我。我告诉你，现在英子好了，你吓唬不着我了。高考完了，你赶紧给我撤。我不撤。啊？什么？谁撤？哎，别管你，文杰。哎，蓉蓉。哎呦，现在真好看呀。哎呦，好好，给我妈打了个电话。哎，这是你女主角。哎，你们俩别看了，这饭都快好了，别看了，别看了。好嘞，好嘞。我说你们别看了，方圆。哎，能不能别看了？啊，这知道知道，我们就马上看完了，就看这一点。是孩子嘛，全随地啊，我跟你说，都跟没长大似的。哎呀，真是都这样。英子相对成熟也是随我了。你拉倒吧。能不能吃饭了？饺子都要好了。知道了，你们弄完了我们就来了，马上就找遥控器没找着。你说的，这俩小孩。